来的这种油腻态度，虽然现在集中精神，把这些神秘能量聚集到你体内的重力核心。符合身份管理标准，拷贝进程结束，封包处理完成，允许接触实况信息，通讯系统正常，启动射线脉冲导航器。输入时间：地球历2284年5月5日。让我们还有敌人，都见识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是你的指挥官瓦尔，现在开始向你说明作战。我们的城市正在遭受来自公司敌人袭击，找出敌人首领及同伴。目前有两名是克拉尔空军为最近进行破了危机，我们需要从敌人手中夺回飞船的控制权，并守护下方的城市安全。这支特别行动小队的后勤战斗支援将会交给你，相信你的能力。情况紧急，请你立即离开。滑动摇杆开始移动，左右滑动调，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趁现在，使用攻击键击败他。现在看准时机，使出重攻击。新人类战士最擅长对付强大的敌人，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不能够承受紧急的疼痛。背部武器是你的决胜秘诀，点击使用背部武器技能。
在宇宙漂泊多年的人类终于找到了第一个超级地球特拉尔，这是一颗位于天有座悬臂上的小行星，整体环境与地球极为相似，更惊奇的是这里居然有原生的外星文明。人类到来后便与特拉尔人缔结了友好盟约，并帮助特拉尔人重建了传说中的城市伊特尼尔。被称为宇宙一体的外星生物是人类曾经面临的唯一威胁，而这次的敌人来历不明。宇宙最强的动力装甲战士将再次肩负起守护新家园的重任。体已无明显外伤痕迹，麻醉效果即将在五秒后消失。确认意识恢复，开始进行引导程序。主人您好，保卫伊特尼尔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您在战斗中能量核心被破坏，冥顽之力被动，即将解除反重力状态，请注意安全。行动能力确认恢复，现在请穿上动力装甲，选择一把喜欢的武器，再前往伊特尼尔向城主哈罗德报道，并听取最新的任务介绍。打开虫洞传送装置，点击目的地，这是人类目前所掌握的虫洞传送技术。乌卡，伟大的战士，我想代表特拉尔王族以及我个人感谢你们。我知道你们有各自的，点击任务框可自动寻路至下一个目标点。我是伊特尼尔城主哈罗德，现在请转过身来看看你后面，经过战火洗礼后的这座城市以更加美丽的姿态重生了。敌人和我们老对手宇宙一体不同，他们仿佛是神话传说中的怪物，那个长着翅膀的生物似乎是首领，你接下来的任务是找出威胁的根源并将其彻底铲除。现在去城外找雷顿吧，感
感谢你的付出，战士。战士你好，我是伊特尼尔南门的第一道防线，现在正好有。此处地势较高，可看清特拉尔南部的地貌。接下来需要重点调查此区域。如果你要去的话，顺便帮我解决一些怪物吧，对你来说也正好是个热身的机会。我还有别的使命要去完成呢。点击任务框，可自动寻路至下一个目标点。驱动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提升装甲的动力，尝试激活一下吧。我好，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巨型蜘蛛，地貌，请帮我把这个资料带给其他队员。之前娜莎公主教过我如何使用这座奇怪的塔，但还需要时间。点击小地图。在大陆野外的任何地点都可以选择已激活的传送塔进行传送。现在让我们回到盐湖南岸。只不过岸边停着的特拉尔铭文船是眼下唯一能够前往湖泊中心的交通工具，但是我的通讯器陆船启动铭文被那边异化程度相当高的蜘蛛怪抢走吃掉了。就是这个詹曼尼，瓦尔吉利队长刚才。